那解出来之后的话，哈，这个懒人包 ，OK， 第一个你已经有懒人包了，打开来之后，这里面的话有四个东西，请你把这四个东西复制起来。啊，等一下先放着好了。OK， 再来的话呢，请你把这四个东西放在哪里呢？放在刚刚有讲到，就是说有一个叫做这个 KeyStore 的路径。那 KeyStore 路径在哪里呢？请你注意一下哈，就是说记一下，就是在我们的这个视窗的喜好设定里面。那请你把 Enjoy， 一般我们是直接点它去设浏览，对不对？请你把旁边的这个箭头，这个加号把它展开来。加号展开来之后，会找到一个叫 Build 里面的话呢，就会出现 Default 的 Debug 有没有 KeyStore 的路径？那它的路径在哪里呢？实际上就是在这里 C 底下的 Document 的这个 and Setting 啊 ，User 底下的这一个。那后面这个不要复制到，就是复制到 Enjoy， 把它 Ctrl C 一下，再到开始执行里面，开始执行，把它贴上去，按个 Enter， 就会到这个路径里面。这个就是我们的 KeyStore 路径哦，特别注意 KeyStore。不过特别注意啊，你进来之后应该会看到有一个 这个 Debug KeyStore 的这一个档案。如果呢你没有看到这个档案的话，那通常是你的这个 Eclipse 完全没有新增过任何档案，没有新增过任何专案，请务必一定要先执行过一个专案之后，它才会有 Debug KeyStore， 不然的话这个会是不存在的。好，你们可能要检查一下，一定要有这个东西。好，那我们怎么样让它产生我们要的那个MD5 嘛？好，就是我们要 API key 还没有，接下来的话，请各位要把懒人包里面这四个东西。请你把它全选之后哈，通通丢进来。丢进来之后的话呢，请你在执行这边有个 key tool 的批次档，啊 批次档，哎 key tool 这个，好像这个懒人包 XP 懒人包好像有一点点问题，换一个这个好了，啊应该好像是这一个，这个比较没问题。你们一样的动作哈，再把这个 key tool 啊。有的电脑好像对那个这个懒人包有一点点相容性的问题哈，那我把这个打开来一样，等一下下载啊，下载 Key2 哈 ，OK， 把它下载下来之后呢，再把它解出来，解出来之后应该会有六个档案，然后再把它加了两个东西上去，因为Google 地图的。这个部分它经常在改版，所以你就像书里面讲的，如果照书做是做不出来的，因为又改版。好，那请把这六个档。